你们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表哥，出去！我让你们出去，你们听不懂吗？出去！你别这样，表哥，让娘来照顾你。我不让你们照顾，快出去！你们出去，出去吧，快出去！表哥，哎呀，表哥，出去！子阳，让娘表哥，你开门呐！门啊，子阳。子阳怎么了？ 子阳高烧不退，像着了魔似的，不让我们接近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子阳，子阳，开门！子阳，你听到没有？赶快开门！爹，你快去找陈轩。除了陈轩，我谁都不见。我们范家什么神医请不来啊？为何非要请陈轩？我就是要见陈轩，只有陈轩能救得了我，因为。 因为我得了天花，天花，这不可能！你弄错了，子阳，子阳，你肯定是弄错了，子阳，你让娘瞧瞧，让娘瞧瞧你，子阳，老爷，老爷，这不可能，子阳，你弄错了。 我的儿子啊，老爷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可能会有点疼啊，稍微忍一下，马上就好。 不给你开门，这里面住的全是天花病人，弄不好会传染的。小梅，我求求你救救表哥，表哥他染上天花了。小玲，你刚说子阳得了天花，我刚刚去县衙找了陈大夫，可我怎么也找不到，所以就到你这。 让娘进去看看吧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娘看你一眼吧，子阳。娘，您放心吧，我还不想死，我还不能死，我一定能撑下去，一定会。子阳，子阳，你撑着，有娘在，子阳。 我求求你了，你撑住了，子阳，你坚持住啊，子阳，子阳啊，有娘在，有娘在，子阳，别怕，子阳，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 老爷，少爷连粥都喝不下了。什么？少爷连粥都喝不下去了？这才多大功夫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呢？之后便是昏迷，严重者还会失明。郑大人，范老爷，我听说你中毒以后昏迷不醒，我这还没来得及去看你呢，你都恢复健康了，恭喜呀！呵呵，多谢范老爷牵挂。 我呀，我夜读诗书，睡得太少了，身子虚，这一种痘呢，这，嗨，这不时日之后完全恢复了。这陈大夫妙手回春，治病有方啊！嗯，不敢不敢。哎，范老爷，我跟陈轩合计过了，这种痘啊，它是件大好事啊。如果像范老爷这样。 德高望重的人能带头种豆，那对范县的百姓是多大的鼓舞啊！您看，好说，好说。范老爷，那此事刻不容缓。若您首肯，我即刻给您种豆。不过当务之急是救贵公子。全子还得麻烦陈大夫啊，他就在后花园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谢谢大人。大人这边请。 这次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
还差点赔上了自己的儿子。袁泉，我想除掉的两颗眼中钉，居然成了我儿子的救命符。哦，没有，小梅姐姐你怎么哭了？嗯，没有。小梅姐姐就是觉得有点累了。累了怎么不换哥哥？上回那哥哥怎么没有再来了？他变戏法真有趣。这变戏法的没来，说书的倒来了一个。少来。你居然还有脸来我们范家！是谁放这个克星进来的？